大虫仔，倘若独孤伽罗不肯现身，难道真要斩了杨戬吗？人死了就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杨戬还得留着，与杨忠做交易。杨忠爱子心切，大虫仔要什么他都不敢不给，可杨坚一旦被押上刑场，独孤伽罗若不现身，该如何收场啊？那还不容易，就说此案有疑点，需重新再审，我已让慧儿带着新证人候着，到时我便宣布重审，再给杨忠最后的机会，若他不珍惜，那便只能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如若他再不识抬举，他们杨家便将成为第二个独孤家。而倘若独孤伽罗现身，便可送他到地下与独孤信相聚，届时大冢宰与杨忠的交易仍可继续。大冢宰高明。带杨家父子带上来。找到了吗？没有，男的女的都找过了，一个相似的都没有。杨将军，你们父子平日里上阵杀敌，护卫大周的百姓，如今你儿子将被处决，这些人却都是来看好戏的。不过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，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我相信杨将军都会感激我的。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带人犯。带人犯。伽罗真的会来吗？或许他不知道今日杨坚又回本斩了。我当然希望他不来，他若来了恐怕性命堪于我。哎，杨坚为救伽罗而死，真是情深意重，可惜了。哎呀，大哥，大佬，让让，大哥，大哥。范三哥，你想想办法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父亲，父亲，二哥，二哥，徐大哥，都准备好了。大家一会儿听我命令行事，切勿轻举妄动。时辰已到，行刑。是，行刑。
要杀你的人是我，不是杨坚。放了他！不要相信他的话，刺杀你的人是我，与他无关。你疯了，走啊！鉴于本案有新的线索，待审理后另行宣判，把人带回去。大哥，二哥，二哥，这宇文护到底什么意思？要救伽罗，只能从长计议了。派些人盯紧靖国公府。独孤伽罗，虽然你已自行认罪，但也不能证明杨坚他不是同谋。宇文护，是我要杀你，与旁人无关。他是否有罪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，没有杨将军说了才算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杨将军治军严谨，训练的兵士也个个骁勇善战，手下两支精兵着实令人羡慕。虽说君子不夺人所爱，但为了成大事，也不能时时君子。就看杨将军能否割爱了。一支精兵换你儿子一命，如何？父亲，万万不可。这两支精兵是您呕心沥血经年累月训练出来的，陪着您一起南征北战多年，堪称您的左膀右臂，没了他们，您日后还如何上战场？大郎，左膀右臂断了，至少命还在。可是若你死了，我这条老命也没了大半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精兵可以交给你，不过我也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放了伽罗。不可能。独孤伽罗刺杀我证据确凿，再说我怎能让一个独孤家的余孽活在世上？杨叔父，您不用求他，伽罗既然敢来，便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只是连累杨家上下，伽罗深感愧疚。伽罗，大郎为了你性命都可以不顾，我是他的父亲，心里怎会不明白？你放心，我定会保你一命。宇文护，你既然想要我手下精兵，我可以全部交给你。两支精兵换两个孩子的性命，如何？你失去了这两支精兵，就如同一只断了翅膀的老鹰，而你这个柱国大将军也是徒有其表了。这个我心里自然比大冢宰更清楚。人人都说杨将军爱兵如子，这些将士跟你征战沙场出生入死，你竟为了一个罪臣之女抛弃他们，我真替他们感到心寒。大冢宰言重了，我身为大周臣子，我手下的将士自然也是大周的将士。既然是大周的将士，是听我之令还是听大冢宰之令有何不同？只要大冢宰是用他们上阵杀敌，我相信他们定会全力以赴。但若大冢宰是要他们去做不利于大周、不利于天王之事，我
我坚信，他们必不会助纣为虐。我如何用兵，用不着你教。杨叔父，伽罗不值得你如此，请收回方才所言。伽罗，我决心已定，你不必再说。我的条件在此，行还是不行？行，当然行。没想到独孤信的女儿竟值一支精兵。独孤伽罗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以后再想刺杀我，你可要好好掂量掂量，到时杨将军还有没有精兵来换，或者说你身边的人还有没有机会活命。